来，我们期待的时刻到了，你们知道谁来了吗？好，那我们话不多说，直接邀请 Superman 上台支持超人秋风耀，掌声有请。好的，那在秋风耀开始讲之前呢，我要先帮他打一个广告，他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两片 DVD， 一片的售价是时令级，包括了李小龙《精神与当代世界》，还有《骑马杀鸡》，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他的助理呢会在现场向大家兜售，一片的售价是时令级，谢谢大家，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献给超人邱鹏耀。感谢，感谢各位左岸在家的同胞，还有三个礼拜，还有三个礼拜，我非常兴奋，临别做进户，好吗？这一届大选，你们不要投反对党啊！这一届大选要支持 BN， 听我讲啊！这一届大选，左岸在家，包括全马来西亚，我都叫人家投 BN， Bungkus Najib， Wong Najib。给拿去打包好不好？你们不要再投反对党了，我们做反对党做得很险了，做了52年，国会一解散，州议会一解散，就没有所谓谁是执政党谁是反对党，现在只有两个大的政治联盟，一个叫做国政巴利善，一个叫做我们巴克旦，所以还有三个礼拜投票，你们不要支持反对党，你们要支持巴格旦做新政府，好吗？那个 concept 要转一下，穷着变，变着通。很多时候我们几十年斗争都说我们是反对党，我们是反对党。像陈淑蕾讲，他就执政党哦，好像天生他真的是要做执政党一样啊。他连名字都输，都输过了陈淑蕾输啦。买靠北靠屋啊！所以这一次大选是非常重要的一次大选，我用英文来讲就叫做 Do or die, now or never. Do or die, now or never. 比较文雅的翻译叫做不成功变成人，我没有什么读到书，我的翻译就是不成功就好干成。我希望大家明白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叫 Do or die, now or never。 我还没有继续去证明我的观点的时候呢，我先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这是一个博士的思考方式。你安哥安弟，你回家问你家的小朋友，来小明，爸爸问你，请问下雨好不好？小明怎么回答？爸爸好，一巴掌盖过去。再讲过，不好，两巴掌过去。爸爸你玩爷们，好又打，不好又打。这个爸爸是受害人，因为爸爸这个问题有问题，爸爸没有 set 条件来问小朋友。小朋友，请问今天秋邦要来做后家演讲，下雨好不好？如果今天陈淑蕾马华演讲，下雨好不好？看到没有，这个叫 set 条件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那当这个博士的思考方式你一明白，我们就能够继续一个小时的政治演讲。第一个问题我要解决的，到底马哈蒂的人好不好？小朋友，马哈蒂好不好啊？你要 set 条件吗？22年前他做首相说好不好啊？现在他来给我们怼那只鸡好不好啊？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我们要醒悟一点，这个就是博士的思考方式。我再问一个问题， GST 好不好啊？有人讲好，有人讲不好啊。马华里面讲 GST 是好的，如果 GST 不好啊，为什么全世界200多个国家有180多个国家的政府实行 GST？
可敬爵士一定有它的合理性。同样哦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你知道在北欧、挪威、瑞典、芬兰，他们 GST 高过马来西亚，他们的 income tax 也高过马来西亚。瑞典在80年代最高的 income tax 70%， 吓死你吗 ？GST 今天瑞典30%， 30 GST 了，但是瑞典的政府还是说，我们执行 GST 是好的，瑞典人也同意把票投给瑞典政府。什么道理？我今天晚上就告诉你了， GST 好不好要看是什么样的政府执行 GST。 挪威、瑞典、芬兰、瑞士，他们全部都是行动党的兄弟党执政的，叫做社会民主党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他们全部都是实行福利国。有听过 Swedish Model 吗？瑞典模式，从摇篮到坟墓全部政府包。如果你没有听过，上网查啊，我没有乱讲的啊。年纪大一点的人一定听过一个乐队，那个乐队叫做 ABBA， 那个 B 调转写的，有没有啊？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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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s the money， 有没有啊？ Super Trooper 啊，有没有听过啊？ Dancing Queen 有没有听过啊？那个就是 ABBA 乐队。 ABBA 乐队在90年代走佬，他顶不住，因为他开演唱会赚100块70块给政府抽，他走去美国，美国税比较低。但是瑞典是所有人的地球上的天堂，瑞典模式是全世界最民主、最自由而且最廉洁的模式，所以瑞典人愿意给税给这么高，因为他的政府好。 GST 没有所谓好坏，看什么政府执行。拿去他抽 GST 不是给你建学校、建医院，给你华小更多拨款读中文凭承认，给你更多的人文教育、经济发展奖学金，不是拿去抽你6% GST 给肥婆买金金对吗？给肥婆买 handbag， 给刘特佐买游艇，给那个死肥仔，不是我啊，我很瘦了现在啊，那个姓刘的死肥仔去到美国扣女，对吗？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我们怎么样评估 GST 就要看怎么样的政府怎么样用人民的钱。所以马哈蒂跟我们一样，现在我们说我们希望人民上台做政府，我们废除 GST。 很多人说不行的啦，废除 GST 国家破产啊，国家根本就没有机会能够继续经济发展，因为你们全部社会主义，哇妈的大搞大搞福利又没有征税。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如果我们上台做政府，第一样的 terms and conditions 就是要严打贪污，严打贪污就能够省回几百个亿一年。他一年抽你400多个亿，我们严打贪污省500个亿， GST 就废除了。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醒醒醒，马华目前在咖啡店全部都讲放降头，很多安弟安哥年纪大一点的上咖啡店一踩到像头GST 好啊，我们要给 GST 啊，妈的这样辛苦了6%还要给 GST， 因为中奖头。所以梧桐里面有梧桐的人放降头，马华里面有马华的放降头，其中马华放降头最厉害就是蔡世的儿子，蔡世的儿子专门去讲 GST 好的，对吗？马华的就是那个那梧桐就是那个什么阿曼马斯干pelaksanaan GST akan turunkan harga， bodoh sohai， 对吗？你问马来人 GST 过后他们呜呼哀哉啊，华人还可能中产阶级多一点钱多一点，马来人更惨，印度人更惨。所以他们现在开始造反了，造反就有一只马很重要。我们华人如果喜欢喝酒的话，以前有一个广告很出名的，人马标一开，妈的全部酒鬼饮死了。再讲一次，人马标一开，好事自来。那我们华人最喜欢自来猫自来狗，好事自然来，马哈爹是自来马，他自己过来的，我们没有钱去请他过来叫他站台啊，张学友演唱会要叫他赞助过来给钱，他没有，要彩童等下拿美国电去筹款，
我老婆还要卖 DVD， 我卖 DVD 不是赚钱的，你知道我卖 DVD 交给谁吗？我卖 DVD 交给 AES， 我每天飞车在南北道蹦蹦蹦，我中几千块啊，他妈的！廖彩东最多给我300块车油费吧，都不够我妈的车油打透了不 ？AES 我一中就破盖，亏钱了，妈的！导光导光，买一下我的 DVD 啊！我要换 AES 了，我要换轮胎，因为我不想这么快见嘎巴星。下大雨非常忙，因为要赶场，一天晚上2到3场。所以各位，现在难得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有一条马叫做自来马，他过来了，我们没有给钱他，他也很多钱。老马没有钱了、啊，老马大把钱了、啊。老马以前叫 Mr. 10%。啊，年纪大的都知道他跟 Sammy Valu 啊，他是 Mr. 10%， 但是Najib更厉害，Najib是 Mr. 40%。不是我讲的，如果是我讲的话 ，fake news， 妈的，我马上中了，这是 MACC 啊，自己反贪污局里面的调查报告说，马来西亚的公共工程贪官杀污 40%。所以Najib是 Mr. 40%， 不只是贪污，而且他的国会修改那个选区划分，48%可以做政府，他就是 Mr. 40%， 贪污 40%， 民意的支持可以做政府，没有机会了啊！我们现在不造反就没有机会了啊 ！Do or die, now or never。为什么？我很有信心。我告诉你，我们中国人有一本书叫做《三国演义》，有听过的拍手。每个华人都知道《三国演义》的，不管有没有读连环图的、读原著的，还是看那个电视剧的，《三国演义》第一句话 ，first chapter first sentence， 第一句话是这样讲的：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话听过吗？听好啊，这句话就蕴藏了我们中国人的智慧。你不信？这句话就证明这一次马哈迪这么重要，因为回教党的哈迪过去了，武统的马哈迪过来了，看到吗？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难得天阿公大龙 ，Inshallah， 送马哈迪过来。如果没有马哈迪啊！这一次我们最多是做反对党，而且是永远做反对党。廖彩彤赢了也是做反对党，林志祥赢了还是做反对党。为什么？因为马来人没有造反，马来西亚的人口以马来民族为大多数，对吗？60多%，我们华人已经从开始独立建国跟李光耀新加坡合并的时候51%，所以东姑把他踢出去，他成立了新加坡共和国。我们跌到30多，现在60年跌到23。什么是投票？世界上有重大的政治改变，听好啊！重大的政治改变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叫做投票，一个叫做革命。革命叫做 revolution， 共产党拿枪，丢手榴弹、机关枪，暗杀拿去，这个是我们不做的。对吗？共产党就是武装革命，它叫 revolution， 我们是和平改良，通过投票理性的温和的改良，叫做 reformation。 revolution 是砍人头， reformation 是点人头，投票是点人头。你会懂点人头的歌吗？我教你唱啊。 1 liter, 2 liter, 3 liter, Indian, 4 liter, 5 liter, 6 liter, China, 7 liter, 8 liter, 9 liter, Melayu, 10 liter, Malaysian。 这个就叫做投票。 We are using ballot but not bullet. Bullet 就是共产党， ballot 就是票。所以如果投票就每票必争。所以马哈迪重要吗？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他的民族马来同胞有60多%，如果马来人不造反，我们反倒完也没有机会，对吗？所以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你一定要联合马哈迪，因为马哈迪在甘榜讲话，在菲尔达讲话有人听，
马爹在 fail 他讲一句好过林志祥讲一万句，林志祥根本进不了啊。你还记得吗？两年前，林志祥74岁，代作刘振东38岁，当年两年前啊，他们去巴西古荡开一个咖啡店论坛，彩彤你在吗？有啊，只有几十个阿伯在林国碧替林志祥吹水，吹到一半，那些武统的三姓吴青团穿红衣的，这么多的叫什么？啊？乜紧病啊？啊，嗰啲乜紧病就来了，这么多，喷白烟。你继续讲，他准备丢砖头啊，破坏了。刘振东要继续讲，他们进来，掐住刘振东喉咙，《星洲日报》头版，还记得那相片吗？新一代他们还有不明Islam，有点别记得跟我。林志祥马上叫刘振东不要讲了，放下麦，关麦，我们上车走。我跟刘振东讲，如果我秋光要演讲，人家挠着我的喉咙，我就提高他存在。他是没用，我很冲动。如果当天我跟那些吴青团的打架啊，害死行动党，他们手机一拍，晚上 DVD 噶。DAB 吉娜 Superman 不够，我讲不敢用，对吧？我就害死行动党，整个 image 完蛋。林志祥这么多年在马来人监狱中的形象一夜之间倾倒，所以没有办法，林志祥一定要走。70多岁的老头遇到10多20岁的马来青年，我们竟然要关麦，但是没有办法。中文报用的成语叫做忍辱负重，我读书少。我只用一个福建话，白条安吧。一年前，刘振东作为雪兰，作为柔佛州的行动党主席，居銮的 YB， 他在居銮的马来人的 Ramadan， 不干 Ramadan， 来派那个红枣、蜜枣、姑妈，不是卖呀、啊。派呀、啊，secara percuma kepada Muslim dan Muslimat. UMNO something datang lagi. UDAP berlampau keluar dari kampung Melayu, 一拳打过去，破。刘振东，带掉两把，又在走。我们没有办法，我们23%给武统的三姓欺负，kita dibui oleh三姓UMNO。但是马哈爹，马哈爹是枭雄。一年前马哈爹在 Shah Alam 有一个 forum 叫做 Nothing to Hide， 马哈爹演讲到一半， Mark Rambit 又来了，穿红色衣服的，丢鞋子，丢椅子，丢那个 flash， 砰，马哈爹火了，马哈爹闪一边，然后马哈爹的马仔也是穿红衣的上去打架，本穆德马哈爹我要，他会不会出现什么？马哈爹马来语不够，拿去马来语啊？没有了。Anak muda parti bersatu pukul samseng， 不够。这个才是火了。马哈爹是枭雄，他的马仔敢打架，我们华人没有办法跟人家欺负，得了敢把观音想走。不变，这是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我们给人家欺负少数民族，所以现在要保障我们少数民族，保障我们华人的公民权利，不是靠马华，不是靠陈淑北，要靠制度。这个制度的建立要靠马哈蒂，因为马哈蒂的党赢了过后呢，我们才能有两限制，才能把武统粉碎，这个国家才能转型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明白的话拍手。And conditions apply。这就是为什么我秋光要肯定马哈爹的做法。现在马华里面的走狗在 Facebook， 然后我以前跟马哈爹还没有合作的时候，我骂马哈爹的帖在 share， 所害的 terms and conditions that apply， 对吗？我以前跟马哈爹是敌人，林志祥22年跟马哈爹是敌人，林志祥当然是骂马哈爹嘛，做反对党，对不对？如果做反对党，林志祥
做反对党第一号演讲的人邱光耀去，没有骂马哈蒂，你就怀疑我们去破烂趴，我们收了钱，对吗？但是今天我们跟马哈蒂是高安，以前是高安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为什么？我告诉大家，有一个很重要的哲学，政治哲学，是我们华人兵家思想所拥有的，合纵连横。合纵连横，中国伟大的政治家名字叫做周恩来，听过的拍手。年轻人一定没有听过的，年轻人不要骗我啊！老人家一定听过周恩来，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的开国总理，毛主席的良啊好战友。周恩来讲过一句话，今晚我教给大家，他是这样讲的，上 Facebook 可以 check 到啦，我没有骗了啊。不是 fake news 啊，周恩来作为伟大的一个杰出的外交家的名言叫做交朋友是为了孤立敌人，听过吗？交朋友是为了孤立敌人，我们交马哈蒂这个朋友是为了孤立那只鸡，还要怼他们那只鸡，明白的话去掌声鼓励。因为我们只有靠 reformacy 而不是 revolution 来改变国家。 reformacy 马来同胞有60多%，他们不变的话我们就不变，所以我们要争取马来同胞一起醒觉，他才有马来海啸，能够在甘榜跟 Felda 掀起马来海啸的第一号伟大人物就是他妈的马哈蒂。马哈蒂好友说公马哈蒂，我是历史学博士，我们看政治人物，我们有 classify 怎么样把它定位定论。马哈蒂是什么人？我告诉你啊，马哈蒂是枭雄，那就是干残。林志祥是英雄，林志祥去甘榜给人家布出来。安华也是英雄，安华解卡姑。哈蒂阿旺曾经也是我们的高万，现在9000万变成了高万。不变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马哈蒂过来，我们一定要拥抱马哈蒂。我们拥抱马哈蒂，没有漂白马哈蒂啊，这两个 concept 要区分开来啊。我们跟马哈蒂现在合作是跟今天的马哈蒂合作，但是没有代表说我们去称赞过去马哈蒂的种种错误，明白吗？所以林志祥有没有跟马哈蒂道歉啊？哦 ，sorry 啊，如果啥要丢啥啊？没有的，反而是马哈蒂过来道歉。莫恨马阿，对吧？他以前做的东西得罪了人，他道歉，看到没有？老马93岁，他腰骨能够这样柔软，这种人叫枭雄。93岁，在座有没有93岁的？没有啊，应该没有啊，有没有啊？在座有没有93岁的？93岁的人讲话一定难习的。他妈的，林北吃盐多过你吃饭了，叫我道歉了嘛？林北走桥多过你走路了，他妈的，你叫我道歉了？马爹可以，看到没有？他就是枭雄，历史学博士告诉你什么是枭雄。枭雄就是有政治权力，能够做出伟大历史新局，也可以做坏事，也可以做好事的历史人物，叫做枭雄。我们中国人的枭雄，曹操、汉武帝、西楚霸王、成吉思汗，讲近一点的毛泽东、蒋介石，对岸的李光耀，台北的市长柯文哲，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那个所害总统特朗普 Trump， 菲律宾那个 short 的总统杜特地，这些人物都是枭雄，包括马哈蒂，对吧？你看我刚才讲那些人物全部是 short 的，有没有？全部都不是那种温文尔雅，没有的，全部都是。这些人就是能够开创历史事业的。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你不相信我讲，万里长城谁修的？秦始皇，对吗？秦始皇2000多年前修万里长城，抽壮丁，每个男人要离开家里打石仔，像 Rambo 一样抬石头上山修万里长城。当时所有的女人都骂秦始皇，男人都骂暴君啊，害得我家破人亡啊！秦始皇，你真的是暴君啊！每个都屌他 ，curse 他。2000多年后，
美国的第一辆飞船阿波罗上个月球出来走，看一下地球，哎，我唯一看到地球的建筑物就是万里长城。回来讲过后呢，中国伟大的皇帝修万里长城，人类的历史文明多么伟大。现在讲秦始皇后了，以前就屌他。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看到没有？局势改变，评价就不一样。在座各位可能对李光耀都很多评价不一样，对吗？左派的一定屌他，讲他关掉南洋大学，残害母语教育。但是世界各国都讲得好，他廉政。人家讲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李光耀讲不，我绝对权力，他妈的我清廉。啊，这种人找不到的，这种人就是枭雄。你骂李光耀，他高到你脱裤子，对吗？因为他没有贪污，你在新加坡搞法院，党对党乱乱讲，早就坐监牢。我们这边大声讲，不怕，因为拿去贪污啊。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所以我讲话是 make sense 的，没有乱吹水的。虽然有时我妈讲句粗口罢了。那各位，听好，马哈迪这样的人故意过来，我们大选这次的主轴就是我们要善用枭雄怼人干残，明白吗？善用马哈迪怼人拿去，明白吗？马哈迪是一个无底战神，他没有输过的。马哈迪干东布拉沙利他赢，马哈迪干安华他也赢，马哈迪干巴拉他也赢，马哈迪干拿去，你问马哈迪不赢？你看马哈迪怎么站？上面吗？台湾相片马哈迪站了。看看拿去怎么站呢？你看看拿去打 golf 吗？笨蛋的他妈的，对吧？所以我说马哈迪火了，马哈迪这种这号人物啊，而且马哈迪可能也不太长久了，他93岁了，对吗？我没有诅咒他了啊，但是我们华人都相信，人要死的时候呢，其缘也散，对不对？广东话讲，走快死就会转死性，转死性，对吗？啊，所以很多人最后那几年他都做好事来将功赎罪，马哈迪应该顶不了多久的啦，看啊。我没有诅咒他啊，他自己的 video 你有看吗？在热打拉马拉基，对吗？我没有诅咒马哈迪最强的。他的健康，当然老人家93岁，他现在很厉害了，可以开车啊，可以那个雨水这样大，他都可以开车，他是算是枭雄啊。不过如果今天投票啊，晚上9点 RDM 讲拿去赢啊，马爹党输到完啊，我看马爹马上。如果今天投票啊，晚上9点开票拿去全部赢啊。林志祥也是完了，林志祥有 cancer 你懂吗？他现在是死顶了，他上厕所都破盖了，真的，我不是笑我老大，林志祥真的是硬汉来了，但是已经76岁了。如果今晚开票使用党输到完，你知道林志祥怎么样吗？我表演给你看。你们懂谢霆锋吗？懂谢霆锋的爸爸吗？谢贤啊，俺弟弟年轻的时候还是处女的时候看过那个那个广东片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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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林志祥吐血死。如果今晚开票，拿去跟罗斯玛国政再赢，你知道罗斯玛跟拿去会怎么样吗？他笑到死。You so much so high.Saya begitu corrupt, you must undi saya, so high. Najib 会欢高兴到死，为什么？全马来西亚人民不知道拿去贪污啊，不知道拿去 OneMDB 吃钱啊。新加坡知道捉到人，对吗？瑞士知道充公资产，美国司法不知道，妈的调查。英国也知道东晋他银行通全球通缉刘特佐，香港也是一样在捉他。如果有外星人呢？外星人搜一下电台啊，在 UFO 里面啊，都知道拿去贪污，但是你不知道哦，你投给陈淑北哦，说嗨，
吗？对吗？所以苏州过后冇艇搭，老马向咗又冇马骑，难得老马自来马跟你拼命，你竟然不要投老马，你恐看嘛？我做个比喻啊，现在拿去玩 MDB 就波浪波浪吧，奔亚门奔助理，然后就拿着八郎刀蒙面进到你家里，安哥脱裤子，拿钱出来，安弟脱衣服，我知道里面你那奶罩里面有放钱，来。你儿子马上回来了没有？拿钱出来！你给拿去打抢，然后马哈爹听到，马哈爹从隔壁拿八郎刀出来救你。阿哥，免给我来了。然后阿哥，你讲什么？马哈爹，你不要进来！你妈的，马哈爹22年前欠我的麻将钱还没有还，都嘛是恐看，对吗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今天打抢你是拿去。马哈爹来救你，而且马哈爹能够掀起马来海啸，还淹死那个海盗。你说马哈爹欠你麻将钱没有还？哎，有没有这样蠢的人呢？就像一个阿伯跟我讲，他是个学者来的，也是读历史学的，也是个教授，不过他脑袋很糟糕啊。他说：“老邱，我是他学生的朋友啊，我最讨厌日本人。”我说：“为什么？”日本人呢，当年3年8个月来到我们新加坡、马来西亚，他妈的啊，强奸我们的外婆啊，杀我的外公啊，然后抢我们的钱了。我说是啊，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了啊，日本人以前做了坏事，所以我恨死日本人。我问安哥，你的儿子买Toyota给你做，你要做吗？安哥，你有没有上网偷看那个苍井空的 AV 啊？安哥，如果现在那个 AA 啊，直飞去 Osaka 大阪有 discount 400块，安哥你要上飞机吗？安哥，你平时有吃日本餐出去的吗？安哥说啊，这样又另外讲啊，他妈的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看到没有？所以我讲，现在我们要向前看。我虽然是历史学博士，我向后看。研究历史文献，历史学博士研究什么？研究人类过去所犯的错误，总结经验教训，让我们现在的人走得更好，未来子孙少走弯路。所以我现在用历史学的博士的思维来告诉你，少走弯路，少走弯路就是要团结马哈爹，因为马哈爹在甘榜有影响力，对吗？选举的制度越来越干，我们华人反倒完也不能做政府。马来人如果不反的话，我们大家等着死，这个国家破产。那，所以马哈爹在最后关键2年，塞耶达拉马拉基，他现在出来反。马哈爹出来反，没有送你的钱。马哈爹出来反，马华明在那些在走狗在咖啡店讲什么？你们不要信马哈爹啊，马哈爹也是干了，马哈爹是右蹬的，整天右蹬啊。马哈爹以前啊跟现在都是坏人来了，信不过靠不住啊。如果你在咖啡店遇到马华那种傻嗨去放降头啊，你学我 Superman 屌回去，我教你怎么解降头。马华狗听好，你先讲马哈爹是干的，以前马哈爹做首相22年，你们就破烂派讲他是好的。现在马哈爹跟他去表臭了，你就讲他去跑马哈爹干的，他妈你们这帮子狗都懒一样，你们这帮家伙。对吗？啊，陈淑梅啊，他们以前马哈爹做首相的时候啊，林阳师的时代啊，王家丁的时代啊，马哈爹做很多衰事，马华有讲过话吗？现在 Facebook share 马哈爹以前大逮捕行动抓人了、啊，马哈爹开除法官了、啊，马哈爹对付记者关掉新州日报啊。以前你马华说有为新州日报出身吗？给人屌吗？你们活人怕鸡的。现在马华有很多降头的、啊，我现在接下来的时间就讲解降头了啊，听好啊。马华去咖啡店讲什么？我们马华代表华人，马华工会代表华人，你们不选我们的话，马华死，华人跟着死。哇，这凶啊！这种降头，妈的，很多安迪斯哦，本来他是要投我们的，现在马华代表华人，马华工会就是代表马来西亚华人的工会，那。
马华公会是错的，马华公会应该叫马华公公会，加多个公，用太监不敢拍啦，砸给他拿去。马华讲，马华代表华人，马华死华人死，啥啦？不要给马华输太多，马华输到完，华人的权力江河日下，哪？我不是随便骂出口的、啊，我证明给你看了、啊。全马来西亚最多华人的州就是槟城州，槟城州从2008到2005，一连十年马华两次选举，国送输到完，民进党输到底裤都没有。槟城华人死啊！槟城华人权益江河日下。啊？槟城的独中没有拨款啊？槟城的华小老师呜呼哀哉啊！槟城的中华大会堂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没有啊！林冠英领导的民主行动党把马华干掉一席都没有，3008到5005，国送肌肉，马华输到完，反而槟城有华校制度化拨款，有没有啊？华小的独中老师有特别津贴，我们有起更多的神庙，我们有给华人三分。每年的，就好像你们柔佛有古庙游神，我们在槟城也有什么？每年的过年的时候有那个庙会。华人槟城死到完了、啊，你们得空去槟城拜山了、啊？啊？槟城没有其他文化古迹，只有济公寺啊，全部放骨灰啊。华人很干惨的，死到完了。再一个例子，雪兰莪州吉隆坡联邦直辖区，马华输到完一席都没有啊，首都啊，马华没有啊，零啊，首都的华人死完了。雪兰莪州的马华国双民政党记录，雪兰莪州的华人呜呼哀哉啊，雪兰莪州的华人全部水深火热啊，看到没有 ？Simple logic。他们马华就靠那种枪手在 Facebook 放毒，靠那种杀害马华的人在 COVID 里面做狗玩散播谣言，你们一不小心在 Facebook 就踩到那个枪头，哦又中了，去 COVID 喝两杯说哦又中了、哎、我不要头要踩痛了，一中踩到就哦头成数倍了，什么谣言啊。马华那枪头全部像那个 Zombie， 懂 Zombie 吗？有种 Zombie 吗？那个叫什么僵尸啊，你知道本来你是正常的啊，5月9号祭拜海盗，祭拜马猴血庙，讲讲就踩到枪头，啊！不要踩头，我不要支持，我要陈淑北，哎呀，陈淑北啊！然后回家又咬你的老婆，啊、你老婆又中，啊！我们捅马华，然后你的老婆又去咬你21岁的女儿，啊！整个做后宅呀，都是。唉，都没有得救啊！这个民族，锁嗨降头，全部中锁嗨降。如果这样的话 ，Do or die, now or never, you better die。完了，真的完了，因为老马造反是最高级别的武统领袖法。他们马华又在咖啡店放另外降头，可能你听过的。报纸也很多那种评论员，其实后面收了钱的。嘎巴姓好，林志祥不好。嘎巴姓有原则，如果嘎巴姓没有死的话，他一定反对行动党跟老马合作。有没有听过啊？有。江头来的啊？他们怎么知道嘎巴姓现在不支持林志祥跟老马合作？他们有去安顺那个富顺宫啊，去拜那个达多嘎巴姓和上米啊掉。问你啊，星爷，星爷，你支持唔支持我们合作？我可以反驳，很简单的。嘎巴星的儿子叫郭宾星，叫星仔，佢阿爸叫星爷。星仔讲：我阿爸都支持同马哈爹合作，对吗？你相信星仔还是相信陈淑北？这第一个道理啊。第二，那我跟嘎巴星没有血缘关系。我不敢像他儿子这样讲，他当然可以讲话，他打爸爸吗？他认识他爸爸吗？我是历史学博士，我告诉你，如果嘎巴姓没有死，嘎巴姓也会同意行动党跟老马合作。为什么？我用历史来证明。1985年，东姑的沙利，听过这个名字的拍手。
1985年，东部朗沙利做财政部长，犯下了土著金融丑闻，给林志祥捉到，嘎巴星捉到，在国会屌得他屁股开花。但是1986、87年，东部朗沙利作为 B 队 ，AMNO B 队跟马哈蒂的 A 队屌臭，当时新山沙利也是 B 队的，对吗？开除过后呢，他们成立新的党，叫做巴蒂什芒安恩巴布恩南。林志祥跟嘎巴信2年前还屌他那个土著金融丑闻，但是他一离开了AMNO，成立新的反对党，我们就跟他联手拉在一起。当时口号1990年不是乌巴，是布嘎，对吗？廖彩彤还小啊，还没出事哦。再讲一点历史，四岁了，他妈当时林北就去 campaign 了，派传单了。那枭雄马哈蒂当时怎么样对付朗沙利？华人当时有反哦，两限制哦，对吗？马哈蒂就捉到一张相片，投票前夕，东部朗沙利去了东马找百灵沙巴，有没有啊？团结党要跳过来，不要参加巴厘山，哇，大家极高兴哦，这是机会来了哦。马哈蒂拍到个照片。就是东部朗沙利去跳那些嘎达山的丰收舞，戴顶帽，有一个十字架，马爹就放大他，讲东部朗沙利出卖回教徒，要建立基督教国。第二天投票输到完。第二个例子，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当时安华做副首相兼财政部长，对吗？安华处理金融风暴的手段，林志祥跟嘎巴星都不同意，因为安华比较亲 IMF， 懂 IMF 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收紧银根，华人做生意勿夫哀哉，反而马哈蒂把美金1块钱掰到3块8，对不对？做生意还记得吗？所以当时安华马哈蒂问他，安华给人家打一拳，然后安华 reformacy 成立公正党。我们1997年屌他，他1998年开除，1999年大选，林志祥跟嘎巴星 reformacy， 嘎巴星哪有反对？嘎巴星比林志祥更支持，因为嘎巴星他家人3个律师，嘎巴星自己家2个儿子，郭宾星跟 Ram 嘎巴星，成为安华的这个钢交案的医护辩护律师10年，一分钱都没有收。你今天马华狗跟我敢讲这种东西？你在国币插播讲嘎巴星死了，嘎巴星不死，他会不会支持马哈蒂？凡是从敌营过来的人，我们都要用，这叫做兵法。秋光要读中国古书比任何人都多。凡是从敌营过来的人，我们都要用。以前东部朗沙利是财政部长，安华是副首相兼财政部长，现在班嘎越来越厉害，从敌营过来的人。马哈蒂是正首相，再加多一个宋的副首相穆希丁。没有这个机会了啊。最高级别的武统的马来领袖，最高班嘎是马哈蒂了。马哈蒂过来也反不了 ，Do or die, now or never。东部朗沙利46输吧。安华 reformacy 失败，马哈蒂土团党这次也失败，灭都完了。那我去朋友，那我要把给金拿了，妈的，我都要去赚钱了。我回来10年贡献给行动党，我没有做 YB， 卖 DVD 过了8年。谢谢大家支持我的这销量。今天我跟我老婆讲，卖多。3个礼拜够了，3个礼拜卖完过呢，林北就做反贪污局总监了，好吗？可以吗？可以给机会吗？如果你支持陈淑北的话，就继续肥婆买精进；你支持廖彩彤，全国改朝派赢了。如果马爹看上我，林北就上班，穿西装，没有穿 Superman 了，好吗？可以吗？所以我说，真的 ，Do or die。Now or never， 马哈蒂这种的人物呢已经没有了。我举个例子给你，如果大家懂得台湾政治的话，你们听过陈水扁吗？听过啊。那2000年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
如果你了解台湾政治，国民党代表蓝营 60% 的支持率，民进党代表绿营 40% 支持率，所以台湾选举两大党怎么样选，选来选去不可能民进党做总统的，他们最多是台北市长、宜兰县长或者台南市长。但是为什么他选台湾会变天，把100年的老招牌国民党拉下来，政党轮替？因为出现了一个马哈爹在台湾，他的名字叫做李登辉，跟马哈爹一样的90多岁，当时80多岁。这些人就是拐懒的人，枭雄。如果国民党团结，连战代表68%，陈水扁代表民进党48%，选举不用看，一定是连战做总统。但是李登辉就拐懒，把国民党分裂，连战38%，国民党宋楚瑜38%，亲民党陈水扁48%，民进党6-4 6赢，3-3 4 4赢。今天我们就发生同样的情况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老马万岁！Simple logic， 老马是枭雄，那就是干残；老马是全民工具，那就是全民公敌。我的华文发音准吗？讲多一次啊，因为有些人中江头要讲两次他才通的啊。老马是全民工具，那就是全民公敌。公地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甘榜要干掉那只鸡，在甘榜要干掉武统的权力根基，一定要靠老马的土团党。但是只有马来海啸不够，只有华人海啸也不够，要马来海啸跟华人海啸一起来，我们才能够推翻武统。听得明白这个战略思考的，请掌声鼓励。千万不要在马来海啸起的时候华人退潮，刚退啊，撩了死了。我们华人海啸在上次5-5，你没有啊？5-5还政府，一熄灯啊，冇晒符，系嘛？暗中来啊，系嘛？还记得5-5时候，我们的五八章程跟大眼的那种 trap 到处开，到处万人空巷。我记得我在 Sutramo 跟林志祥讲，妈的，当时我绝食，妈的瘦到喉咙都沙掉，有没有？还带着那个啊，这个就是我的招牌了，有没有？阿莫汉，7万人的，反不了。因为马来海啸没有，对吗？对。现在你看马哈爹在 Felda， 在甘榜，哇！林志祥在巴塞古丹给人家赶出来啊，马哈爹特地选择在巴塞古丹宣布我们的那个竞选宣言了，12000人了，看到吗？那改变，看到那改变吗？这个叫马来海啸，没有吹水了，所以每次我们都叫我们的 Facebook， 我就炫华人海啸给他们看。他们马来人就拿我的相片，就炫马来海啸给我们看。我说那印尼咖喱啦，上一次欠了马来人，所以那就是西北蓝旗，赢了过阿布拉吉金的帽，你有没有？哇，他妈的西北 LCLY 啊，阿布拉吉金的帽啊！今天呢、啊，给他妈屋里搬家的干，又被逼你妈说搬家了，给他开始有沙门。挺反感的呗啊！他也害的人多啊！晚上我睡觉，我最近梦到怎样啊？我梦到一个女人，蒙古女郎。我有时睡午觉会梦到赵明富，他们都叫我 Superman 猴了。Superman 一定要讲出来，蒙古女郎给人家，哼，放 C4 炸到碎片了，妈的！这些东西啊，赵明富。啊！17楼跌下来呀、啊！他妈的，这种东西还不等你不等你5月9号报仇啊！你还投陈书北，如西北恐抗嘛？又啊，同意吗 ？Big picture， 我们讲看大局。马哈爹这号人物愿意过来，我们就要团结老马，善用老马，交朋友是为了孤立敌人。马华又有很多新的降头。在咖啡店讲的，我现在开始又在猜。
你们行动党啊，他妈的，每次都喜欢学林志祥王对王，222席不可以给魏家祥赢，刘振东又赢了吗？刘振东好好在聚完州外地不可以吗？偏偏要飞箱过河，要过去 A 档，要干掉魏家祥，我们华人很难选择的嘛，手上有还用，手不还用，马华很多这种选择困难症的所害呢。王对王，林志祥上次又打林昌佑，打了过又打徐子根，每次都残害我们民族精英。哇他妈的，魏家祥是民族精英啊！黑水之战本来就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兵家思想，历史学博士告诉你，中国的兵家传统从来打战就是王对王。不要听我吹水，我引历史，赤壁之战，赤壁是打谁啊？打曹操，对吧？谁联合打曹操啊？诸葛亮联合孙权，王对王，对吗？名将对名将，三英战吕布，吕布是干残，对吗？三英最后一个英是谁？关云长，关公也要出来打吕布，名将对名将，王对王。所以林志祥虽然读英文书，林志祥也有中国人兵家的战略思考。他的书房我见过有翻译本的，因为他的中文比较差，他看不懂文言文。孙子The Art of War， 做老大的每个都要读这些东西的，我做小的都有读啊，他妈的，只有马华 BTC 不读这些，对吧？马华学不足三四力金瓶梅就有啊。所以我告诉你，本来我们选举是王对王，如果我们不派刘振东，刘振东是罗佛州州主席，如果他自己怕死，他不派，他派啊！哎，李飞，李飞来来来来来，这个是美女，是廖彩彤的妹妹，大家认识哦。李飞今年多少岁啊？30岁。李飞30岁，我们决定派李飞去打魏公公。哇，魏公公赚到了！不是讲李飞很差啊，李飞可能刚刚进党，可能也没有进党，我不懂，他还是属于 KFA。未来可能是英雄好汉了，花木兰了。现在大战当前，刘振东自己躲起来派个美女去打，你就怀疑可能林志祥吃了马华钱放水。广东话讲风水，每票必争，要去不抓灾呀，每一戏都这么重要。魏家祥的戏是躲在马来区底下中选的，刘振东作为我们罗佛州行动党主席，有勇气有胆量先进去打最危险的区，我们掌声鼓励给这个周主席好不好？王对王，名将对名将，我们派2、3级、4、5级的，就是我们赤脚钱，就是放水。所以从来兵家思想没有放水的，同意吗？所以很简单，马华那些没打切的人在那边讲，手心有肉，手背有肉，嗯啊，马华还有很多很多的降头的，不断在散布在咖啡店，散布在 FB， 他们现在出到很多语音在我们的 WhatsApp 跟 WeChat 讲，他叫人办哦，叫个安迪手嗨，叫安迪，你们不要出街啊！我的儿子昨天晚上在 KL 啊，有很多警察 block 啊，然后又没收他手机，看到里面有反对党信息，马上抓，不用判监牢，抓个6年。哎呦，这人很牛，在传哦，在传哦，在传哦，有没有收到这样信息啊？看到没有？还有一些什么啊？你们这个画那个选票啊，年轻人没有投过票，我教你啊，要画到准准啊，不能出格子啊，这个才是稳定上啊，这样再就打叉，稳定打上，稳定楼上。哇，他妈的，很多年轻人讲，哎，奇怪，我没有投过票，这个对还是错啊？他们出这种招数。在还没有继续我的演讲之前，我们要筹款，因为要打海盗，我们的航空母舰要打油。5桶的船是海盗船，
马爹以前也是海盗，现在跳船过来驾航空母舰，希望人们的自由之行要走了，要开始起航了，希望大家给一点油钱好不好？希望大家继续筹款支持我们。我去完要继续讲，现在才10:30，我讲到12:00。你们脚酸了、啊、这样吧，我要求大家在这边全部坐地上，来来来，我们这期待这么多箱了，来全部坐地上，这一排稳稳，来来来，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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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用担心，后面的要进来也可以塞满他，坐地上，这边大概是坐到100人，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来，拍相片给马来人看，华人也有海啸好吗？来坐满他，坐满他！哎，这种是特别未来的，妈的，张学友演唱会都坐第一排了，开玩笑！啊，我们不一样啊，妈的，真狗样啊！来，坐坐坐，坐满他！今天我的状态西北好，我可以讲很长啊，喉咙非常好，没问题。那各位，我说。马华现在还有一招，他们在咖啡店讲，在 FB 写，那就讲过啊，如果马华再输，我就很难委任5个部长给马华，有没有啊？有。所以大家就怕，哎呦，马华输了，没有华人部长，内阁里面没有华人代表华人讲话，这样怎么样好呢？死哦，这次下位啊，现在连拿去都会输掉啊，马哈爹海啸一来，那就还要坐监牢啊？要不要排5个位给廖总来跟坐进监牢啊？在内阁里面换了新政府上台，没有华人了、啊。现在我叫刘振东，你去黑水区讲，哎，那个选民，你们现在不是投魏公公还是刘振东？你们不要以为魏公公代表马华部长，刘振东代表火箭反对党，错。如果真的印下阿拉上帝祝福 观音妈保佑，5月9号马来海啸来，华人海啸来，刘振东打下黑水区，魏家祥提早退休，刘振东就是希望联盟的内阁部长好吗？哦，廖彩彤对陈淑北，陈淑北以前是 MB 的红人，也曾经做过EXCO， 你还没做 EXCO 啊？那他都没有做 EXCO， 你还投他 ？Come on， 廖彩彤 second term， 如果廖彩彤赢了，为了平衡女性孤党，廖彩彤的马来文英文也不差，对吗？廖彩彤也可能是希望人们在罗富州底下的 EXCO， 人要听 big， 对吗？不可能啊，只有陈世美可以做啊！妈的，你们的思维一定要转过来才可以，懂不懂？我告诉你，对岸有李光耀，这边不可以有邱光耀啊！啊啊 ！You have to think big. You are what you think. 啊，很多人看医生讲 You are what you eat， 对吗？你去吃粿条架，你去吃了巴古爹，吃到肥肥这样。但是我读什么书，我怎么想，就造就我怎么人格。You are what you think。我从小到大学博士 ，You are what you read。你读什么书，决定你怎么思考，你怎么思考，决定你什么样的人格。所以，我告诉大家，一定要 think big， 要有大格局，要有大梦想。然后我们共同跟马爹发动了马来海啸、华人海啸一起来，我们就能够怼一个马华，怼一个民政，还更重要，怼一个武统，我们就能够换政府。所以马华民政讲什么？你们要可怜我们，不要剿灭马华。这个字眼是小辣椒张念群发明的，对吗？现在他们到处唱张念群了，哇！张念群这个乌鸦嘴啊，他妈的几难死啊，讲要剿灭马华。我邱光耀以前更厉害啊，我要给马华破个喊干惨，我都这么骂过，对吧？剿灭马华有什么错？有什么错？没有错。我之前讲过，我们这边是选举 ，reformation， 孙中山是 revolution，
孙中山革命砍人头，我们现在是民主改良，点选票点人头，因此我们剿灭马华，这个叫选举语言。台湾讲选战，真的是马英九跟蔡英文拿刀来枪来砍啊，真是民进党放炸弹炸死国民党的主席啊，没有吗？台湾每天选举讲选战吗？对吗？剿灭马华只是选举语言，所以马华输了怎么样？卧薪尝胆咯，给他痛定思痛哦，对吗？检讨一下咯，比如说这个猫山王在芙蓉那个什么名字啊？阿创，最后一礼物，他妈的干这个二这个，他现在对我们的王对王行动党陆少福全国组织秘书，对吗？王对王啊，那一战也不容易打，芙蓉变成了马来区啊，华人只有四十多万了，陆少福有没有逃啊？没有逃了，行动党没有逃的，来，猫山王，来我就吃掉你，对吧？妈的，张胜文，马青团长，因为国政讲马青团长就自动给他做副部长，走后门，选举输掉，通过委任上议员。妈的 ，A 加 N 又差 ，spelling 又不准，中文又写错字，这样的人做我们的副教育部长，哇，那，对吧？西北下水马华。华人，这种华人 ，A 加 N 又错 ，spelling 又错，华文又不会写，妈怎么还选他？那、啊、所以很简单嘛，我说来届大选很快吗？5月9号，如果是黑水区刘振东赢魏公公，对吗？然后在芙蓉，我们又把这个陆少福干掉了张胜文，新政府起来还有暗中来，我们派谁干掉？派我的老大王德。王德是环保专家，反对莱纳斯，有没有啊？你们有签名运动有没有啊？干掉了魏，干掉了安中来，新政府需要环境部长，对不对？王德没有条件做环境部长啊。还有我们的尼可敏，名嘴双龙出海，对吗？尼可敏去安顺，我的老家，干掉那个姓马的啊，恩恩爱爱跟连连啊，恩恩连连都。子弹跟鸡蛋都不会分哈，这怎么让他退休哦？尼可敏不可以做部长啊？可以吗？可以。没有华人，那就讲说哇，如果马华再输，没有华人，你自己都输掉啊！你还做首相，他妈你去孙爱不过做首相就有了，他妈的，对吧？不做再让我们进来，安华放出来，安华的位置给你进去了，他妈的，大家轮流换位坐啊！所以很简单罢了，你不要再信马华讲说啊，马华输了过后呢，内阁没有部长，内阁是我们扎 fit 啊，内阁是马哈爹做新首相啊，同吗？同意吗？明白吗？明白。行动党没有华人啊，没有印度人啊，蔡天强不可以做部长啊，啊，安华女儿不可以做部长啊，郭宾星不可以做，见了他爸爸的精神，郭宾星做马来西亚司法部长不可以啊，邱邦彦不可以做 MACC 啊。马华现在又讲，我们是很惨的，输得很惨，你们要救救我们了。我现在讲一则寓言，叫做《伊索寓言》，有几百则到一整千则的故事。我今天只讲其中一则，叫做《农夫与蛇》。话说在冬天，有一个农夫回家，他在马路看到一条小蛇，因为冬天下雪，整个蛇冷到整个。围起来在马路，差不多要死了。那个蛇，那个农夫就说嗨：“哎呦，安哥哥，那个蛇，哎呦，很可怜，这个蛇要快死了，哎呦，可怜呆哦，这个蛇，哎呦，极可爱哦，来来这边取暖。”这个动作是真的啊，语说缘由了。那个蛇在里面，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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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那个蛇一醒来就噗噗噗噗噗，那功夫就蛇就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好心做坏事。当然，这个噗噗噗噗是我增加的，三级片没有那个啊。但是故事的结局是一样的，就农夫看到小蛇，小蛇快要死了，放在身体取暖，结果那个农夫被蛇咬死。马华公会就是那条蛇，
308，我们打到它变 7-11， 对吗？308 Inshallah， 都叫大家的支持，我们把马华打到7条大蛇，11条小蛇， 7-11， 对吗？7国11州，其中一条陈书北，还有一条肥的蛇，现在瘦一点叫魏家祥，暗中来，看吗？他们全部，哦，有死有死哦！哇，你安迪孔看中江头，哎呦，魏家祥有病咩？魏家祥，哎呦，魏家祥，你头发都摆完了，哎呦，可怜呆啊，魏家祥，哎呦，魏家祥，你这样瘦啊，魏家祥，来安迪这边取暖，来来。魏家祥，奶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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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魏家祥一赢了，刘振东输了，承认统考，你不能顶帮干，你就可怜呆。他现在啊，差不多要死了，马华是不是啊？对吗？他都不愿意承认了，文字上还吹大炮啊。不会你不能顶帮干都不用南方学院马来学系了，你普通找个风湾风度了，再 Google 一下看看看一下 Campus Day One 都知道。不给你不定办案什么意思啊？可以考虑，对吗？我们希望人们是阿甘的一滴拉干，阿甘的一滴拉这个马来是明白吗？我们将承认统考文凭。国政的宣言，国政马华差不多输到要死了啊！他们都不敢叫拿去，你一定要救我啊！你把这个统考放进去，我们就可以过关了。至少我们在遇到反对党的选区，我们可以大声讲，打平手，你们一滴拉，我们一滴拉，两边平手，不用玩统考了。他连这样跟拿去求一个字都不敢求啊！你们都去敢求真字，他们连这个字都不敢求，对吗？所以拿去他们，而且下去了 UEC， 不给你不顶帮干。然后给我们踢爆了，哇！他就靠那些马华走狗啊，很多商人啊，丹斯利啊，顿啊，方天信啊，有没有那个方天狗啊？华总那个有没有？哎，根据政府的文件，我给你不听办案就是，就是我们承认统考，那承认统考。你们不要信我，因为我去光耀火箭的吗？我们一定唱衰马华的吗？你相信翁思杰吗？相信。听过翁思杰这个名字的拍手。翁思杰是马华前任总会长，对吗？对。做过交通部长，对吗？对。还做过国会下议院副议长，马英文最好。马英文不好怎么主持国会会议啊？每天骂架了。翁思杰自己在《新州日报》百格视频，大家上网看，对吧？新州文字应该有记载。不要指鹿为马，对吗？他讲我的理解，我也做过政府，我给你不顶帮干就是可以考虑，你一滴拉干就是承认。翁思杰都敢讲真话，为什么？因为翁思杰离开了马华，离开了马华就会从狗会变成人，以前是。全部还是狗，不信？还有另外一个更厉害的，也是枭雄，蔡希利。啊，蔡希利真的是枭雄啊！蔡希给人家拍到喊带，还敢出来演讲，他真的也是厉害的人来的，西北火燎的，对，给蔡希利一个掌声。蔡希利也是马华前任总会长，对吗？对。蔡希利讲什么？马华没有出息，看到啊，报纸写了，我照读了啊。我们505的时候跟华社讲，如果你们拒绝马华，马华就不入阁，对吗？对。但是显示马华是有背水一战，我们是有勇气、有骨气，马华就不入阁，因为你们都拒绝我们。但是廖仲来做总会长后，竟然开马华特大特别党员代表大会，大家举手一致通过，一致啊，每一只都是狗，一只狗通过，所有狗全部通过，我们要进政府做内阁部长。所以蔡希利这种枭雄离开马华也看不起廖仲来，所以你不要相信我，我是火箭呢，你相信马华两任前任总会长讲的话就够了，你相信蔡希利，掌声表示相信蔡希利，马华没有原则。
相信翁思杰，翁思杰屌马华，他妈的，你们在指鹿为马，拍手。看到吗？他们自己的前任总会长出来都讲人话，他们在里面就讲狗话。你看，最马华工会60多年，最难产没有用的、没有出息的，就是魏，不是魏家香啊，廖仲恺。你看 ，Octoberfest， October， 十月啤酒节，去年有没有啊？在基隆坡要搞，搞很多次都没问题了吗？这一次胡统为了要团结回教党，要拉马来人选票，我们基隆坡反对搞啤酒节，哇妈的这个！廖仲恺讲，我们马华反对，喝酒是我们世俗华人的权利。结果进去开会，我会反对到底。出来开会，我接受他们，不要喝酒。妈，吉林狗啊，看到没有？然后为什么接受？因为他们警察总长讲，如果你们坚持要办 Octoberfest， 就会有 IS 来放炸弹。我屌你，讲这种话。他们随便找个借口，没有借口了，就把借口推给 IS。哦，所以廖仲恺讲，哦，是哦，我走出内阁啊，去外面跟华人讲，昨天讲我们反对，现在讲支持啊，一定给人家屌到屁股开花的哦。但是我讲 IS 就没人屌我哟，一样屁股开花，对吗？哎 ，Come on， 廖仲恺领导马华工会是最没有民主尊严的，选区划分划到很臭啊，对吗？中国报的封面头条把都阿妈都明的了，对吗？马华开始讲，一年前听过他们要换了啊。马华讲什么？我们反对把国家种族两极化，我们马华一定在内阁坚持反对到底。结果国会开会，那个 run 文档文档那个 bill 那个法案通过才叫法律，还没有通过叫法案。法案一过，马华举手，我屌你们一年前讲反对，去到国会支持我，看到没有？马华吉林狗啊，马华，真的马华这么多年啊。我今天看到大家这么多人拍手，我不要走啊！我再讲多一个更好的故事给你听，要不要？我们几十年都骂马华是民族败类，我们几十年都骂马华是汉奸走狗，我们几十年都骂马华出卖民族权益，听好发音啊，民族权益，民族权益。其实我骂得很轻，我们忘记骂死。前面四个字，我们一直骂马华出卖民族权益。其实马华最大的出卖是出卖民族权利，民族权利两个概念来了，一个叫民族权益，民族权益；一个叫民主权利，民族权利。民主权利是哪来保障民族权益的？因为你没有武装斗争，你没有机关枪，也没有手榴弹。你只有投票，在国会你有意识要敢于反抗，所以穿西装打领带也要按宪法来保障民主权利，用民主权利做斗争的武器来保障华人的民主权益。这个逻辑通没有？通我才能继续讲的啊，通啊。好，自由乃一切权利之母，广东话自由是一切权利的老母，你怼冧咗老母，啲仔就冚家产。什么又是自由的？最重要的自由呢，就是言论自由。比如今天我演讲，他们就通过了反假新闻法，然后 Facebook Live 大选如果输掉，我跟李可敏很快就进去了。还记得去年嘛？我在 Facebook 写一个 Beauty and the Beast 妈妈，我去试骨癌要做4天了。记得吗？我去外面那个男子原陷害里面马华那个狗啊，现在我演讲这样激烈没有豁出去了。坦白说，三个礼拜过不能改朝换代，我们跟老马全部林冠英也进去了，王德跟我的司法案也进去，我们管反那个莱恩斯的那个稀土厂排队进去。人生于世上有几多知己，妈你还笑啊，他妈我要做戒刀你还笑啊。听好，我们行动党捍卫你的民主权利，因为你的民主权利是保障民族权益的基础。因为你没有武装斗争的本钱，你只有国会用宪法来斗争，因此民主权利很重要，寸土都不能让，
其中一个是言论自由、建设自由，还有投票的自由。你投票完之后就是干掉我的老母，你投票完之后选句话到不三不四，我都阿妈都明的，看到没有？你阿妈变拐带了，扑街，你都没知啊！马华就出卖你的阿妈，马华就典当你老母，你老母被人典当，你还不起来造反？你真扑街仔了你，对吗？所以马华出卖你的民主权利给胡同。胡同就把选举划分越修越厉害，然后在国会通过很多恶法，马华全部杀光，举手举脚。所以这么多年马爹做的所有坏事，到哪去做的坏事，马华都有份支持，同意吗？他们六十多年做政府，在国会每一个恶法通过，钳制新闻自由，打击三权分立，然后否决一人一票自由平等，伤害民主教育，全部胡同处的恶法，所有法案马华都有份举手举脚才能变成法令。这个东西是很少行政党人讲的，这个是我讲的，听到吗？所以现在马华叫你求你躲王躲王，他除了民主权利出卖你，在民主权利也出卖你啊！你讲算了咯，我们什么民主权利什么言论自由我都没有演讲，不会中的吗？演讲是邱光耀中啊，他这样厉害，李可敏中啊，他名嘴嘛，两条线中哦。国会那个万人敌最厉害的潘杰美中哦，逮死哦。潘杰美现在不能出国，巴说，潘杰美去新加坡都不行啊，我连沙巴沙威都去不了啊，妈的，我自己的国土我去不了啊，我去那边下飞机他妈人家他赶我上飞机他妈了，因为我是外面真的会飞啊，屌你会飞。所以这一届选举我只能在半岛都有啊，香港的传媒叫我大马超人，我讲唔系，我系半岛超人啫，我过唔到东马啊，大佬系嘛？所以看到没有，马华出卖你的民主权利，导致你的民主权利被典当。现在马哈爹回来，我们是恢复马来西亚宪政的民主权利，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就是要分权制衡，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反贪污局独立，报章传媒独立，大学学术自主，工人运动解放，这个全部就是马来西亚从一个捆绑的国家变成一个自由的国家。五月九号，如果你做得到，掌声表示鼓励。所以今天除了靠马哈爹马来海啸，华人要有海啸以外，还有一个海啸行动党人全部没有讲，您别讲，我到处都讲了。现在所有的安哥兄弟小弟弟小朋友不要拍手，我现在是对女人讲，女人从没有月经到有月经到又停咬经的全部听我讲。接下来我们要改朝换代，还有一个重要的海啸，叫做女人海啸 ，tsunami wanita。听好啊，安哥不要拍手，女人全部听好。如果我讲得好，你就拍手；讲不好，你就不，我就走。我们现在把精力全部集中在看马的，希望联盟五月九号上台做政府，马哈爹将做两年的新首相。但是很多人忘记了。马哈爹海报隔壁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安华的老婆，叫做 Gawan Wang Aziza。五月九号，你不只选马哈爹做临时的两年的新首相，还包括选一个大马独立六十年来第一个女人副。马来西亚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女人能顶半边天，这个毛泽东讲了，对吗？为什么女人姐妹们，你不能用你的选票来选廖彩彤否决陈淑斐，选了廖彩彤增加华人的改朝换代的机会，其实后面就选出一个除了老马以外还有干万汪阿西沙，成为马来西亚独立六十年来第一个女副首相，这个很重要。我们不讲欧洲，不讲美国，
我们讲亚洲东南亚，邻国新加坡有一个女人，马来妇女做新加坡的女总统，对吗？对。泰国，我的亲戚客家人姓邱的朱爱英儿，英儿是我们客家人达信的妹妹，英儿也做过泰国的女首相。菲律宾80年代就有阿奎诺夫人，对吗？她的老公被马可斯暗杀，阿奎诺夫人菲律宾第一个女孩子做对女人做首相。印尼，印尼有苏卡诺的女儿梅加瓦蒂，对吗？在90年代做过印尼的女总统。台湾，台湾有蔡英文女总统。韩国，韩国前任的女总统朴槿惠。印度，印度有甘地夫人，对吗？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有贝纳兹女总统。连落后过马来西亚很多年的巴勒缅甸都有昂山素姬。马来西亚我们也有罗斯玛西北建小喂，有没有啊？人家其他国家都可以出女性领导人，我们出个女性的巫婆，对吗？我们是巫婆，还比纳吉更厉害。虽然纳吉是做首相，但是纳吉后面其实是那个巫婆在控制，对吗？对。看到没有？朵龙，朵龙，男人不要拍手啊！我今天要听女人拍手。如果女人愿意把票投给我们希望联盟，希望出现高温做副首相的，请掌声鼓励！女人拍手。男人，如果你也支持你老婆支持我们，支持女儿支持我们的男人也拍手。男人跟女人，如果你们5月9号愿意看到 Tsunami Wanita 马来西亚出现第一个女副首相的，请大家拍手。Do or die, now or never。 你不要讲为什么不是华人做副首相先啊？为什么不是印度人做副首相先？不是林志祥先做？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对吗？现在如果你马上讲林志祥做副首相，马来海峡就退潮，同意吗？对。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民主政治不是砍人头，民主政治是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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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进改革。真正在马来西亚最受到压迫的女性是穆斯林女性，我们华人跟印度的女性都没有这样受压迫，对吗？我们可以一夫一妻，他们是一夫可以四妻，然后千依百顺妻子俱乐部，有没有啊？女人不可以拿麦，不可以做 MC， 对吗？出门要包头，对吗？女性，穆斯林女性是最受压迫的，尤其是武统跟回教党干埋一起的时候，女人就更糟糕。所以妇女们，你们要解放，先从帮忙你的伊斯兰的姐妹先站起来。有一个包头的女人，她叫做嘎万，她是安华的老婆，几十年忍辱负重，今天5月9号难得有一个机会能够出头天，妇女们可以给嘎万一个机会的拍手。我们愿意看到马来西亚有女副首相吗？愿意吗？所以你看你的选票多么重要，还有3个礼拜可以创造很多奇迹，可以把老马人马标一开，好事自然来，可以把包头的女人拱上去做副首相，还有很多很多的华人有脊椎骨的有理想有勇气的人做部长取代马华，那般不该。哎，这个是个新的一天，我们华人刚刚清明，对吗？5月9号又过年，日历调转，一般都是农历新年才到清明了，对吗？我们今年华人新年过后呢，清明过后应该是端午节，但是现在时神调转，5月9号如果成功改朝换代，5月10号补天同庆放鞭炮，华人重新过年，马来西亚再次独立，马来西亚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好吗？11点了，你还要听吗？不要走啊！好啊，我继续讲啊，讲多15分钟啊！
想熬过我要吃果条仔啊。不对，可以鼓掌，演讲非常的。啊，各位，马哈甸的贡献还有一点，现在马哈甸是限海啸，万一5月9号打死海盗过后，马哈甸做了新政府，马来西亚有222席的国会 ，by right， 112席就做政府，对吗？在英国、瑞士、瑞典、挪威、芬兰、比利时、澳洲、加拿大这种民主的国家 （Commonwealth countries）， 只要哪怕是赢你一席，我们都做政府。但是马来西亚不是民主国家，马来西亚也不是独裁国家。我讲真话了啊！独裁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没有选举了。美国、西方、印度民主国家多党选举，马来西亚有多党选举，但是玩臭。马来西亚是介于民主国家跟独裁国家的中间。今天教大家一个政治学字眼，叫做威权国家，威水的威，权力的权，威望的威，权力的权，英文叫做 authoritarian。 大家听好，威权国家就像缅甸昂山素季赢了过呢，军政府马上把他 lock up 20年。泰国塔克辛赢了，选了做首相过后呢，马上上街示威，把他两姐弟赶出，他逃亡。那马来西亚 by right 222席，112就做政府。但是如果没有马哈迪，我也很担心我们赢112席，马来人未必接受，因为那就他们就会在甘榜宣布完了，马来人完了，现在是华人 take over the country。现在林志祥做首相了，今天晚上赢，明天就动乱。但现在不是林志祥做首相，对吗？对。现在是马哈迪做吗？对吗？对。另外一个女人也是包头的吗？对吗？对。也是马来人的吗？那马哈迪枭雄在那边呢，马哈迪就开会就告诉我们，我们过去做反对党结盟，最多是有 common manifesto， 共同宣言，从来没有讲共同的首相的。505我们也没有宣布安华是共同首相啊，我们安失败了，因为回教党不同意。当时大家都相信是安华啊，对吗？但是从来没有公开宣布，也没有宣布副首相啊，对吗？现在我们公开宣布了，马哈迪讲，如果你不宣布，那就代表你去甘榜宣布说赢了是林志祥做首相，那马来人就会含泪投五统。虽然知道五统这样贪污，但是总好过给华人林志祥 DAP 做总统啊，做总理，对吗？做首相。那所以他们五统就玩这种蛇招。现在他们开始在甘榜讲什么，包括东姑安南公开讲，希望联盟后面一股势力叫做行动党，行动党里面一股势力叫做基督教福音派控制，看到吗？他们企图就用基督教来恐吓威胁甘榜马拉又担心他们不能造反，含泪投五统，因为五统是沙漠邦社沙漠的嘎沙漠阿嘎嘛，看到没有？他们蛇招很多的，这种就是马来降头，华人不会相信的，对吗？华人会相信林志祥后面有一个基督教派啊？他妈的傻了！马来人相信了，这种降头我去解他们不信，因为是华人哦，而且我刚好是耶稣。我是为你工会的，但是他们就不断讲哦，那你看你和敏两兄弟信基督教的哦，对吗？杨巧双哦，但是雪中一长信基督教的哦，郭淑清哦，基督教，他容易这么玩哦。然后在甘榜就讲这几个人哦，后面是福音派哦，哇他妈的，总是问我们蔡国上上去哦。所以现在要靠马哈迪他们去解降头，在甘榜，华人社会不需要你们，不相信这点对吗？但是他们还有很多社交，他们在讲什么？如果现在不是马哈迪林志祥做首相，我真的担心今晚开票明天动乱。我再告诉你啊，我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研究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很多第三世界威权国家通过选举改朝换代关键72小时。很多人讲地震海啸要救人，找那只狗去嗅那个尸体啊，嗅还有活人，关键72小时。我读历史学博士告诉你，威权国家转型成民主国家的关键72小时。我相信，我没有说肯定啊，我相信老马一赢了他会做几样事情。第一样，老马将会宣布在 Facebook、YouTube、
Twitter、Instagram、WeChat、WhatsApp。因为 RTM 还没有第一晚拿到啊 ，RTM 还是他们控制嘛，对吗？赢了当晚，马爹就告诉各位马来同胞，请放心，明天公务员不能罢工，因为林北也是马来人，我做首相也是马来人，明天军队不能上街，坦克不能上街，军人警察维持中立，效忠国家，有没有啊？你看到最近不是有一个军人投那个陆军的奖，我们效忠哪就给马爹屌，有没有？马爹屌天天他马上道歉说啊是啊军队应该效忠国家，对吗？但是如果没有马爹，林志祥敢屌吗？他一个马来人的陆军总司令，他说我们要效忠武统跟哪去？林志祥作为华人出来屌他，喂，讲错了，根据宪法，军队应该中立，效忠我们的政府，效忠国家，不是效忠政府。总之就动乱。马爹火了，他压得住，压到连军队都要出来道歉，对吧？还有王室呢，王室很敏感，我就不要讲了啊，大家明白就好了 ，OK 啊？那所以马爹第一样做就叫大家公务员维持中立，明天照常上班，政府不能瘫痪，我们准备接管政权了啊！马来人就稳定，因为再一次肯定，首相是马爹，副首相是港湾，他们都是马来民主。第二样。如果我们赢112或者113 Inshallah 感谢上帝，马爹会把所有的112到113全部召集一个地方，神秘的地方，我不懂什么地方，我懂也不会讲，没收手机。这个东西是林志祥做过的308，我们第一次改朝换代在霹雳州，林志祥跟林冠英知道他儿子做首席部长过，很高兴，但是更担心。他马上飞车到余宝见李可敏两兄弟，召集18支火箭全部来，手机，有点像那种古惑仔一样，要去打抢的时候，手机全部给大哥，有没有？警察也是担心无间道，手机 ，operation 现在对着关公派两支枪，手机对手表飞虎队，林志祥也做过了，他以后回忆录会写的。但是我先告诉你先，为什么没收手机？因为你不没收手机，对方打电话来，恭喜发财，有偈倾啊！大家 I help you, you help me 啦。你们霹雳州才赢不多，对吗？你只要354过来，明天送吧，我们这阿公也是我们马立山做政府吗？你要多少钱？500万，我不会被收买的。800万，可以考虑一下的。1000万，你什么时候见面啊？人性的丑恶，我不是说我们的议员会被收买，但是要杜绝关键72小时发生变节，手机要没收，然后对方打电话来，嘟嘟嘟嘟 ，Number yang anda tahu telah ditamatkan perkhidmatan, tolong jangan tahu lagi sohai。三样要做的，林志祥做不到，只有马哈爹做得到，因为马哈爹有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今天晚上开票，马哈爹做了首相，新政府成立，他马上要 SMS、WhatsApp 或者打电话去给印尼总统 Jokowi。阿棒，自己马来人呢，马来人的政治很看印尼的，所以印尼表态很重要，请印尼 Jokowi 明天早上用外交部发贺电。恭贺马来西亚改朝换代，祝福马来西亚新政府，表示印尼跟马来西亚一直维持友好邦交，就能够稳定马来人的不安，这个很重要。第二个电话林志祥也打不到，因为林志祥的这个电话我大概知道他只有国内的电话罢了，他大概是打给廖彩彤啊，打给邱光耀啊、李可明啊，或者港湾啊，或者马哈爹罢了，他很少打越洋电话了，因为他没有做过部长，没有做过国家领导人。马爹将会联络谁？习近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大大。马来西亚有23%华人，我现在通过民主手段改朝换代，请中国外交部快点发贺电，恭贺我们这边不要有任何动乱，非是发生民族排华。习近平一接到电话 ，OK。外交部，啊，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理解到马来西亚各族人民通过和平选举诞生了一个新的政权，为了维持马中友好以及一带一路大家稳食，我习近平支持马来西亚新政府友谊万岁，饮胜。第三个电话要打给印度总统啊 sorry 印度的总理穆迪。穆迪，你这边有8%的印度人，曾经是第三大同胞，现在孟加拉第三大，你们第四。我打完给你这个电话，我就打给孟加拉的总统。但是大家都是 Commonwealth countries， 共和联邦国家，对吗？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现在印度是全世界第二大的民主国家，第一大是美国，对吗？所以印度，你表态很重要，你表态支持我这个新政权，我们以后就可以合作，很多东西可以 I help you, you help me， 对吗？印度基于民主原则，人家大使馆也会有官宣团的吗？大使馆的情报也很尖锐的吗？都知道的吗？人家印度总统、印度的穆迪总理也发贺电，接下来新加坡李显龙也会恭贺，泰国首相、菲律宾、印尼全部。Countries 搞定了，作为 Commonwealth 的大哥，英国表态，就所有 Commonwealth 的国家跟着表态，澳洲、加拿大、美国，马爹也要 check up， 哎 ，Trump， 快点发 Twitter， 你的外交部明天先发，你最喜欢玩 Twitter 先承认先啊，看到没有？全部英国来，然后瑞典、挪威、芬兰、法国、奥地利、比利时。European Union 全部搞定，最后轮到非洲，非洲也同意了，大概3-5天，贺电全部百多封来了，只有一个国家我没有信心，那个就是北朝鲜。算了啦，北朝鲜姓金的，他们家族很难沟通的啊，他跟他哥哥都放毒气杀死的，对吗？北朝鲜就 forget about that。然后王金72小时陆陆续续收到贺电，那就知道大事。已去，这个就是威权国家转型期的72小时。很多人没有告诉你，我告诉你，因为我是个有良心的历史学者，我研究这么多政治经济，我今天就用简单懂读书告诉你，我没有说马爹定做，但是根据规律，第三世界国家一定要做，这叫做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同意吗？所以你不用烦，这些东西马爹会做。你需要做就是做巴恰巴，做监票员跟点票员。那你只是投票给廖彩彤不够的啊，你投票给刘振东也不够的啊，林志祥在格兰巴大现在叫做 Iskandar Putri 也不够的啊，你还要，特别是年轻人，安哥年纪大的马来文不大好没关系，可以帮忙送饭盒。我们就像那周星驰这样，谁鬼开开飞丢个反哈吧，好吗？你做我们的这个监票员巴加巴有轮班的吗？你轮班可以出来吃饭的。我们行动党今天筹款筹了过呢，我们第一的钱是拿来买党旗，买公正党的旗，第二我们要买饭盒，因为5月9号要叫摩多安哥，你叫摩多给我送饭盒，我会给你白出津贴的，放心，我们很公道的啊。马来文不好的送饭盒，马来文好的来报名参加我们的点票员跟监票员算票员，拍恰吧，大概一个选区要整400-500人，对吗？林志祥还不够，所以如果我们赢在民心，赢在海啸，输掉监票员，那就真的很不呆，是吗？马华民政他们就放很多跟勾结公务员，SBR 里面有人也有鬼。如果我们科室里面没有人，特别是5点过后关票了，不能再投票了，准备要填波浪了，没有人，哇，可以关灯，可以温蒂莎讲温蒂罗莎，温蒂罗莎讲温蒂莎，什么烂都可以的，对吗？所以自己的国家自己救，我对你有要求，我没有参加巴加巴，我没有时间，因为我要演讲，我5月9号投票，对吗？5月8号我还来做贺家宴最后一场，你要不要来见我？我5月9号叫廖彩虹找更大的场，他妈的林北要来讲最后一场在那边，因为我就是要给陈淑北倒，好吗？
我叫罗佛就改朝换代，好吗？好。但是你要帮我，我最多最多我就是开车罚款 AEC， 我也不信改回见这么快见嘎巴星，嘎巴星在天之灵都保佑我的战车能够开得顺利。但是你他妈的要站出来，你马来文至少有中学程度的要帮忙，年轻人，你的国家你自己救。安哥不会马来文的就送饭盒，可以吗？可以。我们至少一个教室有两个人，因为一个小便手应该可以看住，不然一小便呜，他们又来玩臭了。年轻人，我求你，动动，动动。林志祥的区还不够八千八，希望大家帮忙登记上网，看到我们哪里，你住哪里，在哪里登记，登记了过回去7点排队投票，投了票马上我有给镇里马上可以做算票员、监票员或者送饭员。安哥可以啊，送饭可以吗？安哥啊，不然再不然，你的摩托、你的车可以帮忙去载选民出来投票。在这种地方选区应该不大需要，但是如果在黑水区有没有啊？在那种干崩干崩的半城乡，梧桐是有很多车免费载他们，最后一分钟在车里面还在洗脑，还在下降头，对吗？秋光要截到完了，一上车又中，所以我们的国家我们自己救，能够做监票员、点票员的帮忙，能够送饭盒的帮忙，能够用车来帮忙载选民，最后一分钟还要在车里面讲我 DVD 里面讲的东西给他听，可以吗？可以吗？帮忙，帮忙！女人海啸、马来海啸、华人海啸、印度海啸，5月9号对冧海盗，可以吗？可以吗？我结束演讲之前，我们喊个口号，我喊一句，你喊一句，我喊5月9号，你就喊击败海盗。击败不是插尾啊，击败是拿去失败，简称击败。击败嘛，侯雪亮完地，飙下完地啊。好，我喊5月9号，你喊击败海盗，喊3次，我们就收工，好不好？5月9号，不算，妈的，没有吃饭你们。你收火，交给重新第一次。5月9号，击败海盗。第二次，5月9号，击败海盗。最后一次，吓到陈淑梅尿裤子，吓到张小虎欧呛席。5月9号，击败海盗。谢谢大家，我等大家共同创造历史。谢谢，谢谢。5月8号，我们继续见面。Thank you very much. Oh, my God.